夫。对，我觉得我今天身为男性代表哈，我的东西一点都不瞎。我觉得我的东西注定没有，我真的觉得，因为现在所有摄影大哥刚刚在私底下都一直来看我的东西，哎，我这些东西呢也是为了今天哈才从翻箱倒柜拿出来。因为家里的人沒我没有摆出来，因为家為因为我老婆会念。我真的讲实话，你不要走心哦，因为双鱼很容易往心里去。怎么样？我今天真的才认识你，原来你那么 man， 我之前都觉得你很超娘的，我错了。而且我一直在怀疑他跟他老婆只是有名无实，不是假新婚。我觉得我们双鱼有娘跟 man 的各一面，真的。那我自己从大学的时候就应该讲高中就很娘。就很喜欢打篮球，然后就很喜欢看 NBA， 所以我们那个年代是90年代的那个 Michael Jordan 三连霸，然后两次三连霸那个黄金年代，所以我收集这两尊啊，我要先讲，像 Michael Jordan 这一尊就是男生最爱的芭比娃娃，因为他的衣服是真的可以穿脱。嗯，老师，那个黑黑的那个架子，这个架子可以拆，也是原厂的吗？对，这都是原厂的。然后你看哦，这个拆下来以后啊。这个肢体动作可以换姿势，你可以全部可以换动作。这个也太真了，你脚可以的，他脚可以拉直，他脚好细，脚也张大哦，然后灌篮哇，然后你也可以做运球的动作，所以你每一天看着他，你就会幻想，而且这些东西都是我自己穿上去的，就跟女生穿芭比娃娃。哦，那他来的时候裸体吗？对，它是裸体的，所以它的球、它的衣服是另外买吗？这个球还可以拿下来，另外买吗？哦，球另外拿。这没有没有，它都是一盒。我给大家看哈，它多厉害！像我这个后面这个盒子啊，就是放 Jordan 这一尊的。嗯，这个呢，全球限量只有5000盒，只有5000盒哦。快，有点重哈，赶快看。然后我给你看里面，这个衣服很快。这个是早期公牛队的制服，可以换了。然后呢，这个你看，跟我身上的衣服是不是长得一样？我真的哎，裸体，1984年的。然后裸体，这边最厉害的是裸体，裸体，他没裸体的，他有做鸡鸡耶，他有，没有啦，裸体的，有的，还有内裤啦，而且啊，胸肌好大。这个 Jordan 是年轻的 Jordan， 哦，刚刚这个是年长的 Jordan， 对耶，对耶。年长的 Jordan 就是头比较光了嘛，对，他年轻的 Rookie 就是新人时代，他有头发，不止这样哦，他细腻的程度到肌肉的程度也是。年轻刚进公牛队的 Jordan 比较瘦，对，肌肉线条还没有练得很壮，对，可是年长的 Jordan 肌肉线条就变得很壮，嗯，哇，所以你可以随时去换每个年代，心姐会不重，不会，每个年代的乔丹，不止这个，还有一个秘密。这都男生会发疯的，就底下还有一个抽屉哦，这个抽屉是什么？你们猜？不知道，这是不想猜，跟配件一样啊，带回去不行啊，各种篮球，帮他洗澡的吗？你看，你看，你看，它里面有Jordan每一代的篮球鞋，哇，每一代的篮球鞋，比方说，比方说我脚上的这个一代。你看，我靠，我脚上的公牛队的一代球鞋，这个好厉害哦，就跟我的一样，对不对？盖好几面，这样多少钱一盒？1万多。他按照球员的级数不同，比方说 Michael Jordan 那个限量版大概16500左右，那很便宜。然后 Kobe Bryant 的，大家怎么不听我讲话？你在玩娃娃？女生玩娃娃这件事情，除了芭比娃娃，连男的娃娃都玩。多送哎！刚说他手有没有出手？可以让他脱裤子。他手这样子有什么？有什么差事？换手势？可以。比方说，你可以有一个动作是运球，然后指挥队友，可以这样子运球，或者是有上篮，很多情侣对耶，都没人听我讲话，冷静一点啦，冷静一点啦，真的，好可爱，好可爱，好想买哦，我们都不知道，对呀，这尊也给你们玩，是有假发。没有想法，这尊也给你们玩。给他，我想要戴个假发。我们可以自己做，可以自己做假发。好强哦，强！然后我很喜欢拟真的东西，所以这一尊就是。他好哎，他是一个日本节目，就是那个有一个美食节目叫《美食不孤单》，然后呢，他都在吃烧肉。吃烧肉，所以它上面这个非常精致，它连那个烧肉架啊，或肉啊、啤酒啊、筷子啊。
还有就是模型啊，它全部都对都。这每一个也是你拼上去的、啊、对对对，它都是组装上去，然后肢体动作也都可以换哦。你那个是孤独的美食家，对，那个是孤独美食家，就美食不孤单哦。对，所以光公仔哈、哦、我就是非常的爱，所以也破了不少钱OK 啦，才一万多块、okay 哦、啊，不到两万啦，而且有多配件，我哪有、嗯、我都花在这里啦，玩具很好玩呢，好多条件可以换哦。然后另外就是我，因为大家都知道我有养蓬啾嘛，那个狗狗对发豆他的那个衣服我就很喜欢乱买，那比方说我看到造型可爱的衣服啊，我不管三七二十一我就是给他买起来，甚至会来个妇女装，你们看哦，好可爱哟、哦！我跟他穿一模一样的衣服，可是大家应该有注意到一个细节哦，其实好像太紧了，对，这件衣服他根本穿不下，你看这边全部都开口，对，他根本扣不起来，因为发兜这边胖胖的，对，要壮，这边胖胖的，所以他扣不起来，但是扣不起来我还是硬买。我还是觉得，对，我还是觉得，反正你拍照的时候有角度不同就可以了。像这个就跟这个是一组的，就这样。好可爱，可爱啊！不是，我觉得开心这边。对对对，但现在冬天太冷了，我就不敢这样穿，怕他感冒。不会啦，但怎么不会？会啊，他很弱，就把他当成狗界王思佳，爱露哎，都是爱露，爱露要打开。对，或者是呢，我其实有很多好可爱，给这个帽草帽哎，对对对。然后比方说，我有时候会让他当那个啦啦队的女孩，好可爱，啦啦队女孩。对，然后呢，或者是这个有时候给他当男生，没有乱买，有那个横须贺的，这很 OK 啊，横须贺外套，这个没有乱买，这很 OK 啊，真的吗？你作为造型大师，狗也应该要，对啊，有造型是正常的。我那时候很喜欢湖人队嘛，我就来一个蹦啾，写蹦啾的，哦，写定制的，定制的，哦，18号啊，因为18日是我生日，我就想说这样子拼一下好玩。最后就是我很喜欢。我现在有一个梦想，就如果有时间，我很想要去露营，露营，露 outdoor 哦，搭帐篷，因为我还没有真正去露营过。哦，我只有王少伟啊，对啊，他超缺伴的哎，哦，真的假的？真的。OK， 我可以跟他问一下。就所以我自己就偷偷的会买一些露营的装备。可是因为为什么要偷偷买？因为我买这些东西，家里真的已经快没地方放。然后我就怕我老婆，主要是老婆是金牛座啦。对对对对对，然后我都会怎么样呢？就是我会去看，比方说我买这一尊，这一尊放得了，我放得了，放进我的包包，我就会直接提回家。可是如果这种大型的，我就会到楼下一楼的管理员室。你也会做这种事？我会说，阿伯能不能先借放你这里？等我老婆不在的时候，我再上去拿。对。所以我就买了。你老婆又都不能飞，所以你才对对对对，因为管理北北那边堆满你的东西。现在还有3-4样在那边，然后更重要是因为现在空服员最近班次少很多嘛，对啊，所以我太太都在家里，所以就堆了很多。你把头拔下来掉的头可以啊，他头换了，吓到乔丹的头，乔丹没有头。